钱。哇操！深圳两等，他要抓红蓝吧，再加九百，太爽了吧！真他还闪现闪掉，你是没有大局。那本来有理性要踢他，看上六了。加一个欧元金两把三王，他反应好快，对吧？真的，哎，糟糕！你在哭是不是？妈的！我要出手。你不要以为哥没听到，别以为哥没听到啊！我没听到，毕业了没？哎，不是你挑两个人呢？哦，对啊。什么？什么什么？有个岩壁啊！我吗？啊，你没有啊？你休学啊？啊，谁？我吗？我毕业啦！你不是毕业的那还没拿到毕业证书吗？有啊，拿啦。哦，那不之后是吗？那是因为我是没有那个学程追晚应。哦，那就岩壁一下。哎，我们学校超机车的，学分没有修完，只能拿普通科的，不能拿那个。什么普通科？你什么高中？好奇怪啊！没有，就是什么技术类的没办法拿就对了。还有这样这么垃圾，我都有哎、欸，我光复我啊，烂东西。啊，我认识到你啊啊，公公了，他跑掉了。哎、欸，欢迎光临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我不能挡啊！你看我掉到八了啦，这个我不能挡啊！那你妹的！这不能挡啊！我知道啊，谁谁别累了，谁谁，这很机车。哇哇，宝哥，宝哥，就靠我的宝哥了，宝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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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剪头啊，宝哥的头啊！哎，你想剪啊？真心不想让你啊！就跳起来像做复健啊！对啊，你超像做复健的，真心。哪里像做复健的？哪里像做复健？真心不是很跳，就是特别的慢啊。对，我要跟你说，你跳很慢，攻速慢呗、欸。就是、慢的装备啊，攻速慢，你有意见？哦，年纪轻就跳不起来，对嘛？肯定。人家对面可能出红双电刀，然后瑞兰都怕跳得比你快了。哇塞，要死人了哦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哦，我真的很嚣张哎。哇，给不给玩啊？哦、对啊，为什么我刚才那头都不是我的？都被那个米霜一刀剪掉了，你不够快啊！简单啊！哇，屌屌欸，不得了！欸，我来吃蓝了哦！欸，蓝我来了啊！欸，我来吃蓝！欸，小姐，小姐，叔叔比较需要蓝啊！叔叔，年纪有比我大吗？你需要这个啦，叔叔是吧？叔叔也太恶心了吧！啊，这是大叔没？这是不大叔是什么？唉，你不是大叔，让你秀一下啊、嗯！你不是大叔，你给我开大，智障低能儿啊！怎么开啊？你是病猫啊？叔叔撞墙啦！我的，不能因为把人家打成这样就这样玩好不好？没关系啊，人家有尊严呐、啊！来，卡超啦！卡莎塔收到了，啊，还没绑到嘞，可不可以玩啊？22分哎、欸，他们家要曝光啊！22分，30只跟8只哎、欸，太多了，这有NPC在不一定啊！哎呦，哎、欸，真棒！别嘴啊！别嘴啊！我现在80%，你看90%了你，你就是你害的、啊，又是我。哎呀，小金人啊，今年都出来了，等我啊！我难过啊，被两个人，被三个人嘴啊！哎哎哎，他们走那边，你这边他就是拉过来啦。哎，你们打完怎么样？我复健的，动作快点、啊。哎，让我来啊，让我来啊！看我小圈圈，好、哦，真的很机车哎、欸，就搞不懂你在干嘛哎、欸，剪头狗，剪要剪我点燃的，哼，呀，哼，你欠杀、欸，你欠杀，来，哎，真心难过，交了一群损友，少来，哎，姓张姓徐的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最好是啊。
性当然不是好东西，性取是好东西啊。好像是这样、啊。你看，你看是不是？早来。原来姓张的不是好东西啊，姓欧的也不是、欸。姓欧的好像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。靠北嘞，干。那姓欧的是畜生啊！你他妈你也是畜生，妈的臭老虎！等一下，怎么戳我、啊？我差点丢点啊，靠北啊！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这边还有一只啊。哪边？哎、欸，谁啊？走开啊！哎，拜拜拜，谢谢你这样常常好好心的对待我，来杀我啊！我今天就是要把你杀爆啊！他还有这个闪现，好意思？吼吼！现在我准备乱打，没有那锤我就死掉了。没有站你前面的话，投降啊！投降了，给不给玩啊？不给玩呢、欸，好悲惨，不好玩，给不给玩啊？我们这五排怎么那么爆发力啊，爆发力十足哎、欸啊！就连那个中路啊，那个中路太……但原来我的败场一千多啊，怎么那么多啊？怎么你怎么那么败场一千多？太夸张了吧！我998跟哎、欸、不对，我的胜才895，然后负已经负是一千多，哇！我负933。看这次最近爱上大叔是不是？你怎么一直玩那个啊？什么？嗯，最近爱上大叔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我知道，冰毛。啊？别说，这次可是巨石强森代言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他上面每一个鼻毛、那个肌肉线条都是照抠鼻巨石强森的。他妈什么时候又变成巨石强森的？啊？一下金钟国，宝哥要去煮饭啦！一下贼贼，哇，宝哥贤妻良母哎、欸，哇哦，可能有女人要照顾吧？怎么都会，过来给我腰！哇，宝哥屌屌哎，哇哦，我从阴影中，那可以邀谁呢？到来，先要一个这个，哎、欸，我们少一个，你靠背啊！啊，要按呐、啊。白目，好嘛，我走啊！我在看还可不可以摇？哦，按出啊！畜生都嘛乱搞，对吧？走了吗？还没，满人的还没的啦！哦，已经爆掉了！是啊，有没有六连杀？没有，已经爆了。我能不能贪心啊？我打江狗。我可怜的同学没办法跟我们一起玩。欸、那江狗要换人哦，江狗换人哦。啊，我还是 AP。OK。江狗给欧文星做啊，欧文星这么喜欢。喜欢呢。他可是专业百科全书哎、欸。你必须杀畜生。靠北哦。专业痴汉男。我才不是。我每次在那种漂亮实况组女生的下面都会看到欧元星在那边留言，卖靠腰，超专业的、欸。他妈为什么说自讨？他妈为什么专业？他妈为什么自讨？所无奈，为什么说自讨？因为我都会去注意漂亮女生的实况，不意外，你每个都有，不意外，不意外，不意外，你存在那。我认了，好不好？我认了，干！哎、欸，这场给雷吗？警察就是他，这个痴汉，他妈你也痴汉，闭嘴！好痴啊！滚啊！警察救他，就是他！干、啊！你知道那个王志怡哈，每个女生的王志怡，你叫的吗？对，王志怡叫的吗？买烤腰、哦。他有说你可以叫吗？我现在删你好友了。抱歉。我都不知道他删我 low 好友哎、欸，因为你改名吧，我根本不知道你的 low 的名字是哪一个。哦，对，没有，我改名很久了、欸。我已经清掉，现在剩五十几个好友哎、欸。你知道是、哦、那个同学跟一些两个废渣。哦，两个废渣。对。就万年铜牌那个、欸。赶紧弄。万年铜牌。他妈，万年铜牌，铜牌都不能跟我们一起打，不行。啊，那个 JJ 也是铜牌啊，少在那边。他没有牌，他要铜牌啊，他要银牌了，你要银牌是不是？你不要跟我讲，
你上一季也是重排，少在那边。他上一季没打，我上一季没打鸟船啊。哎、欸，哦，那是战队哦，抱歉。鸟船啊，抱歉。哦、你臭低能啊、哦！然后臭低能，臭低能。抱歉，抱歉。听说看到一个臭低能。别说，就没有打。我开场我就先阿三，妈的。啊？没有，他说他开场就要亏空啊。对对对，开场就先空啊。把人家踢去人家家里面。臭低能，臭低能。啊！我去把那个上路拉过来好了，可以吧？然后顺便把那个黑猪请走，没有？哎、哦，行、哦、啊、哦，怎么到毕业啊？我们先讨论一下，我们等一下怎么打好不好？啊、没有讨论，就随便打，爽打爽打！哎、你看对面是 AC， 哎、欸，他是伪装你啊，爽打爽打 ，Poison 是谁啊？中路吓我一跳，我中路姐啊，卡萨比亚好打、啊，爽爽打，毒妇人心啊！卡萨比亚，你没有盯到他，你被E到死。卡萨比亚现在有 bug， 你知道吗？他的有一招丢出来会扩散的那一招，我是看不到的。是吗？真的，我现在那个是 bug， 我不知道这一场会不会啦。我上一场打那个中路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。不要先问他、啊，不要先为那个中路崩找借口啊！哎、欸，怎么啊？我还没崩嘞！嘎良问他，问他会不会那个 bug？ 你等下他放我叫你们看一下，啊，叫你们也看不到啊！要录啊！哎、欸，干嘛？不要拦我好不好？你闭嘴！不然我怎么跑不了？没有啊！哎、欸，变屌屌了，变屌屌，变屌屌，变屌屌！哎、欸，你们的房名给他好不好？对。对他，然后对，给他错没有啦，错了。来，23265246，二三二六五二四六。他不会点你哦，他没有你好友、哦。那个打错了啦。33456吧，那是三小。哦，六七那谁的04才对啊？应该04是吧？33456678，那到底是三小？智障。34568是什么、啊？那么好。有影响啊！他就是超烂啊！三三四五六七八，三四五六七八干好。哎、欸，那个 top 那个上刚过很雷啊，小心一点！他妈你闭嘴哦！上路你就是把那个、啊、那个弟弟啊，把那个他的 JG 的那个第一个最大颗的石像吃掉。吃掉没错啦，吃掉我就怂头，妈的！只有怂头没关系啊。玻璃心，其实同样的讲，你真的没有。我玻璃心。怎么他不是神啊？三小，猛。OK。吃杂交。对啊，他叫你吃小吃啊，吃啊，吃啊。白痴哦，吃三小。你不会用那个、哦？我打灯呢。啊，打喽，开打喽。开始啊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赶紧拍死！反偷打你那个像，没啥、啊。这些好爽啊！勾我啊！勾我啊！勾我、啊！来，都来，都可以来。勾我！咬他！别睡觉、哦！别闹了，别闹了。这个蛇女不错，强。你看，你要打那个强一点。要掰了，要掰了，怎么掰了？我还没挂。估计这一把走远了。哎呦！不干啦、啊！你们这群废渣，闭嘴啊！PK， 刚刚还不是我的宝哥 carry 你们？宝哥是吧？下路没崩好不好？下路没，下路没有崩。宝哥是没下去是吗？宝哥中路是没上去。宝哥是在看戏的、啊，宝哥是吧？宝哥就是厉害啊，他超猛的、欸。你的卡比很贵，你要小心。我觉得李信等下就过去了。李信不就你吗？对面也是李信哦。没关系，给他踢一下，给他赚到。好、啊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请问那个林星有没有演啊？帮我擦一下好不好？好、啊，好、啊，好、啊，我帮你擦三角。是啊。没有，我第二件装是无数。哎、欸，现在没有 bug 了。江果第二件装就是眼石啊。你闭嘴啊！真的啊。我知道。对啊。我知道。靠腰鞋子第二件装是也是没错，掌握对方野区就是你的工作。OK。这个菜对他们的，谁让你跳那边什么意义？为什么？
终究脱离不了铜牌。我哪有勾啊？我哪他勾我哎、欸？你就走过去平坦的地方啊，就过去平A他就好了。都不勾我，很困难。他表示我不勾我眼睛。闭嘴！好，不帮了，不帮了，不帮了。好吧。对面是 JJ。我刚有跟你讲过啊。啊，中路崩了，中路崩了。崩啊崩啊！真的崩啦！崩啊崩啊！哎，卡莎比亚怎么死啦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怎么知道那个？怎么知道那个还有半血啊？哇，好强啊！这边中路已经断线，这边中路已经断线，对，已经是断线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在哪边啦？卡莎比亚那边。后腰啊！我们队友不是卡莎比亚吗？我懂，对啊。对面那个拉克斯，这群废物。一个姓欧的，一个姓张，一个姓徐的，你们哎、欸、没有，我是说谁传上来的？我还没讲完呢、啊。还有一个没毕业的，干，这句话对了。然后两个拿着毕业证书去拍、欸，有一个没有，有一个没有，有一个没有。那、欸、你们为什么要拿毕业证书去那个一个房子前面拍照？估计是吧？估计是把他走人。哎、欸，他们家的蓝霸没吃完哎、欸。张杰拿修业证书啊，他们哦，好可怕哦！修业证书是吧？真的假的、啊？他们读完哦，可以拿钱来砸你。只有我毕业啊！优秀的不一样，还是国立？他们国立的啊，国立还毕不了业，丢脸。我们直接在同校，直接同校，然后每天早上都要看他。然后他都会威胁我说：“你不是读夜校吗？”对啊，对啊。你还没毕业啊？读夜校还没毕业？有个读日校都还没毕业，你在那边旷课太多。旷课太多，哎、欸，我也是旷课太多，我还被包流查到好笑了。哦，丢脸！哎、欸，我翘课打球都没有旷课，为什么你们会有旷课？对啊，太长不会学校啊。没有、哦，真正你那有请公假吧？我学期也旷个八十几、啊。你那个有请公假吧？好好还是没有？没有，那没有公假、啊。所以你第八节那个都没有那个、哦？哪个？没有请假啊、哦？第八节没有课啊，可是但是还是有记旷课啊，因为我们没有排课啊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但是这种班导课啊，是啊，就跟班导讲说我们少来少去啊，是这样。哦，好贱呐、啊！没有，他常这样。我跟你讲，他常这样。哎、欸，少怪可以拿好单呢、欸。我突然觉得我们现在在打的，还在聊天呢、啊。边打边聊啊，没有我跟你讲哦、喔，这些每次都这样。第那个打扫时间哦、喔，就拿那个手套跟球出去，还有球棒，然后第八节都还没回来过。没有来过。哎，对啊，你回来不好校长啊？你回来拿？好酷、喔！你回来拿包包啊？因为你都是放学才那个啊，还要回家都要拿包包啊。我们班的男生都把书包放学校，都不带回家的。哦，就不求学呗。阿 Q 杯，你就多求学。你是棒球的球啊，求学。还有乙级哦，还有乙级哦。对啊，还有乙级哦。真的假的？电脑乙级不是比较好考那种类似的？最好是啊。没有，网饼不是最好考吗？网。臭婊子！网页吗？网页不是很好考吗？对啊，最好考的。当初我没有。对啊，一说就背背。我当初什么都没有那个啊，我什么都没有背，然后就那个了。哎、欸，我来，哎、我来，往我这边走，往我这边，往我这边走。哎呦，还没碰到，干嘛了？拜拜。哎、欸，剪头、啊。哎、欸，剪头。哎、欸，不是我，看清楚了，那个是烟雨姐姐。我刚才捶那一下，超剪的。我捶那一下，你快死哎、欸！我已经点出叠数啦。那我要扯下去了吗？输了。哎、欸，有人说要出叠书啊，各位，没啦，到雷了。哎、欸，我上一场出叠书怎么样？别说了、啊，然后呢？我布朗姆出叠书，好，笑死啊！上，哎、欸，没有出叠书那个 R 超痛的哦。那也只有 R， 我每一刀都有用啊。R 就很痛哦。R 就很久啊。哎、欸，那个。我靠，那个直接不用给我拦的哦，你自己吃哦。走好好好，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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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没关系啊。哎、欸，我等下再帮你吃。你吃个屁啊！我要吃，我有膜。你到底是吃个毛啊？你那两个到底是小渣渣？我要吃啊！哎、欸，检举哦，检举下路那两个哦。一定。我要吃啊！
兼具技术不熟，技术不成熟，召唤师。没有啊，已经熟透啦。但都已经在打完了。对面 AD 爆了，你看。哦，大毁啊 ！Nice。哎、欸，对面李欣，李欣中野，空大，你空大，有打到好吗？好丢脸！这不是空大、啊、，DB 了，有你空了 ，DB 了，不是空啊！哎、欸，可以吃那个，哎、欸，我闪踢出来哦，我闪踢出来，我都要下路，求你要不要给我打、啊？我闪踢出来哦，哎、欸，你在那边等一下，我也要去啊。好，走。我走的有点慢呐、啊，没关系，从这边绕一下。为什么你会走？他们这区不见了啊！他们这区断线了，怎么这两场怎么这么转啊？你跑出去给人家看到啦，欧元星，你干嘛？你白痴啊！你干嘛？超低能！我闪错别人，我闪错别人，白痴啊！我闪错别人，好爽啊！哎哎，这在扛塔，这在，我要中头啊，不爽啊！干鸡巴耶！捡起，捡起，捡起！啊！糟了！我要扛塔让你杀、啊！捡起，捡起，捡起！真的！哎、欸，你看呐、啊、，AD 用抢 AP 头，我要扛塔给 AP 杀、欸！你抢什么？啊！少来那边演哦！是的。哎，我你看，其实徐俊明是要扛塔给我杀的啦。对吧？扛什么？我知道他最有爱了。对吧？你看，我这踢过去就是要给王自己投的。你不要喇叭，他这时候还没到、啊。有他到、啊，他从后面来，没他从后，他从后面来。叫你不要那么快出来，快出来。他从后面来，抱歉，来吃啊，哥哥。什么时候才敢踢过去啊？打死！而且他这边烂烂的。他刚才闪踢，你知道懂他怎么踢吗？哎、欸，过去，然后大，哎、欸，用大，用大，快点啊！好，我来了。快点，他被我打死。不是，我被他打死，我被他打死。我来了。但我走的有点慢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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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个毛啊！两个来冲他是。二货，两个二货。一个抢头，然后一个扛塔要死。我是为了给他们杀，不然脑残了，哪像你什么都没吃都没干就死掉了。干你老死！不想说了。还吃吗？不说了，我要送走。我是没干就死掉，不知道在干嘛，还把他踢走。哎，你血这么少，你想下去？我跟你讲，你一定被杀掉。你白痴啊！啊！你是什么？脑残，真的脑残。好爽啊！哦，你看张姐挂啦。不会，他不会挂。对啊。早来啦！有我在，我还蛮听到。没关系哦。干嘛？去哪里啊？有没有？这样不就死了？在那边。你知道我刚刚丢他毛吗？你再给我踢狗。对呢。啊、哦，好爽啊！你该踢走彻底。你怎么都一直被呛啊？别嘴哦！踢走无言的，别嘴哦！还好我先揍他。我就走远等我 Q 的 CD， 你竟然把他踢走，我不敢相信哎！不意外啊！不敢相信。哎、欸，走，吃龙，吃龙。不敢相信、啊。不敢相信哎！真的是。哎、啊。吃完来。哎、欸，你要吃龙啊？要不要？我不要。我要推塔。好、哦，你推，你推，你推。你看我的上路都，我的中路都跑到上路去了。你看，上路打屌屌哎、欸，干烂货。我没事啊，我没事啊。哎、欸，来吃龙哦，你们两个。你单吃啊？我看不能单吃吼。你可以单吃啊。可以。但你妹哦，她现在很痛，她现在一百。对嘛，我飞在四等都可以自己单吃龙了。飞在三等都可以吃，好不好？我那个知道啊，可是我会怕啊，所以我四等才吃。他现在几等啊？我们看一下，哇，七等的哎，还不敢自己吃，好可怕。哎、欸，现在、欸、先生，哎哎哎，走走走走，下路啊，下路啊，你在等什么？来啊来啊来啊来来、啊。他们的这一局，哎、欸，这里有一只、欸，哎、欸、，AD AD 太远了，哎哎哎哎哎，AD 太远了。对吧、啊？你开大车会不会跟我讲一声啊？我都来不及反应啦。我要送你哪里给我开大？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不要抢枪兵嘛！退退退退，直接退，直接退，直接退。他状态不好、欸。先生，先生，你在那边干嘛？没有找你。推塔、啊，不要吵啊！我不就邀请函邀请你了。哎、欸，有人，有个王八蛋下去了。啊，王八蛋是哪个？欧文星吗？干你娘！干你娘！哎哎哎哎哎！不要！
不见啊，干你！哦，抱歉。哎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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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，你快走。快快快！那个给他们是，哎、欸，不要打他，不要回打这个。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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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死啊！哎、欸，他怎么死了？哎、欸，二番杀！你又抢我头了，你又抢我头了，是黄色。他好像差点过来杀我，哇！欸、这太好笑了，这是笑话吗？这波好赚哦！走走走走。哦，原来是我主 Q 的关系。你刚以为是你，你、哦、你不管主什么都不是你啊？没有，因为、啊、都不是你的问题啊。没有，因为我 Q 四刚四百滴有没有？刚好我刚好压下去就那个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什么？抱歉。抱歉，你还真想问我？没有啊，我这个叫……那、啊、我这叫理亏，我这叫理亏了，就是有这种，哎，没有、啊，我这叫给尊重，给尊重，尊重。你如果有交过天蝎座的朋友，你是麦卡贝啊，你是呛不过天蝎座啦。尊重、包容、友善，谢谢。对，麦卡贝要对。我摩羯，谢谢。好靠背哦。怎样？天蝎座怎么很坏？摩羯座的心肠很坏。靠背。所以他心肠都很坏啊。所以你才会被呛啊。熟人最好啊。都是。啊，去啊。有没有蓝可以吃啊？有蓝。哎、欸，没 有吗？还没吃干净。我吃了啦。他说哦。哦，很贱呢、欸。哦，原来是这个。哦，很贱呢、欸，真是的。每个都有运气啊。哎、欸。哦，对。啊、真是难过。点头。哎、欸，我出不去啊。没关系。白痴、啊。等一下，我 CD， 我还在 CD 哦。好的，好好好。我还在 CD 哦。哦。你这现在就是在打电脑吗？有点像。电脑都比他们聪明啊。而且电脑装还会出队，现在电脑超聪明的。你是连电脑都打不过，对不对？哪有？发现了。我好强啊！我都打不赢他，装到出队超厉害。我是打到噩梦电脑，是不是、啊？看、欸、他好不好？那是几百年前的噩梦电脑啊！我是打噩梦电脑，是不是？噩梦电脑很好打吧？没有，还好。我跟你讲，那个。最高级的包吧，最高级的五级、啊，那个是欧元级。那招是放，哎哎哎哎，好、欸，我死了，我扛太多血啊！我以为我们的 top 要死了，你这样子大怎样？我没有，好是我在弹塔、啊。你没有出弹塔的东西，然后结果哎呀，弹塔，来弹塔、欸，我要去吃蓝的、欸。是啊，这个。我帮你吃，我帮你吃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用。他在干嘛、啊？这场都不用出那个、啊。他该整，我刚才推他整个。他应该看网页。怎么看网页？没看好不好？什么网页？对啊，什么网页？分享一下嘛。对啊，分享一下。又是漂亮女生的网页哦。对啊。最好是。是不是？是不是王之仪的？最好不要看我的，我长那么丑。不可能！哎、欸，失败！你知道不要相信，不要跟你讲话，我等下出去就先封锁你。好啦好啦，没有好啦，这个如何？这个好笑。那你完蛋了，那完蛋了。哎、欸，你要看布朗姆那个开盾之后手可以伸出去，好可爱。我对，很可爱。对，真的。哦，你说，那东西怪怪的、啊。你过来看，你是不是都很喜欢？很搞笑，很搞笑。你是不是都喜欢看奇怪的东西？怎么？你看啊，你看手是伸出去的，他的手穿过我的粑粑，我觉得有点智障。故意打的，来一只。去单杀 AD。好啊。你连小兵都丢不到。
一定会把他杀掉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看他很慢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在？你干嘛？踢哪里呀、啊？你在演戏对不对？站得不动哎、欸！他站得不动，你给我踢歪！哎、欸，你在踢哪里啊？没有啊，你刚好走。飙冰水，你也没演，我随便的。去吃龙啊你！你只剩吃龙啊！你叫吃龙的份啊！好好好，吃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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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三次啊！好，三次单吃，我单吃，我这个装可以单吃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都没吃完？你很白痴哎、欸！哈哈哈哈哈！臭皮男！哈哈哈哈哈！白痴！臭皮男！你看鹅，看我，你不要再给他踢走了，白痴啊！踢不到，踢不到，送头、啊！没有，坐头，这是坐头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送头、啊，坐头。哦、你好奇呀、啊，坐头这样子、哦，失误就失误。我这个人最喜欢坐头了，欸、他们二十号头了，我们可以慢慢来了。你就送头吧。我没有送头、哦，看我这个战绩336。我看到你死了几遍？哦，我看到对面的，那个三是怎么回事？快呀、啊、快呀、啊、快呀、啊！不知道，那个三我不知道怎么来的。打电脑都不会死这么多次啊？哎、欸，你真的要挂了、啊？不会，都漂亮。闪现。打好无聊啊、哦！这两场。哎、欸，他们好像兄弟哦，他们名字。嗯，他们是五排啊，我们五排，他们是五排。五排中五排啊！哎、欸，我。对面跳三个。哦。这是我太屌了，看一下对面的、欸哦，对面中路才227胜啊。为什么200多的？我不知道、欸。不知道哎、欸。上路1000多胜 ，JG 六不是 JG，support 600多 ，AD 1000多，这种东西啊！刀虾咪咪给爱六点呢、欸？嗯，爽虐爽虐，换我江狗好不好？好玩啊！好，换你江狗。哎、欸，你就继续练啊！你今天还有输啊？就是因为跳掉，好不好？我中立、啊。输啊！你给我继续练。那中立好不好？好啊！你给我继续练。那我 jungle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？上头哎、欸！哎、欸、没关系啊，让我 jungle 一下嘛。不要不要，你等我去吃饭，你再 jungle。真的，让我 jungle 一次叫。你给他晒啊！真的，一次叫。你给他晒啊！你去 AD 啊！不要吵、啊。你一次啊！你一次就吃死啊！我去，你去 AD 啊！我打 support。我不要。等你断掉的时候，你再去打战狗啊！好，我 AD， 我 AD， 操你妈！可以标吗？OK 啊，我 AD， 我 AD， 好，就这样决定了。那我看王爷，那你打 AD 啊，我在家里休息。Death to all the trains。哎，他要电我哎、欸，他要电我哎、欸，你看，我不会玩这只哦。有人要电我哎、欸。我不会玩这只，可是我会玩这只。Let us hunt those who have fallen to darkness. 但是我真的啊。The night is yet. 我练一下这只好了。我练一下这只好了。滑板鞋是吧？滑板鞋强好不好？可是我不会滑板鞋。滑就太肥美，滑不动啊。你来看看那个黑柱滑板鞋跟我的滑板鞋。好。怎么样？你选雷西。他就练那只而已，你不要管他了。好，我好，你都这么说，我不管他了。我来个勒布朗，你就不要管他了。勒布朗也不会玩。别说，勒布朗也不会玩，我都练到会秒人了。最会玩的是那个 P 五，不是 P 五吗 ？P 五不是会那个吗？勒布朗吗？P5 叫 P5， 你到底尊不尊重啊？我有名字的、啊，好好好我的代号是不是？你懂不懂？那个米虫，我妈生我，我爸姓 P 是不是？我爸姓 P， 原来你爸姓 P 是吧？P 之乙 ，P 之乙，那五之乙好吧？原来你五之 P， 五之 P 是吧？我操！真的没水准、啊！我去拿个东西回来就听到你在追我，哦、没水准。兔真的马乱搞，黑猪真不应该，黑猪真不应该。我是说那个 P 5很会，你很会玩的布朗。黑猪啊，
啊？是长得又黑又胖。我跟你讲、啊，因为他体重80公斤，对啊。哎、欸，你80公斤啊？你是我一倍、欸。没有，我85了。哇、哦！我还小看你。哎、欸，我输了。没有八十。我科加斯。八十是那个，八十是我过那么过年初。啊？你怎么那么肥啊？没有啊，就吃很多啊，就是很多、啊。天哪、啊！你吃很多，我是很多、啊。张杰不是很瘦吗？张杰几公斤？张杰四几吧？四没有吧？你五十的。啊，五十几。啊，王小姐几公斤？应该有六十。没有，这是七十几，这是七十几，七十白痴啊！哦，你明明七十几，我那时候名单有看到、哦。你要对杨倩是低能。哎、欸，我卖，哎、欸，我卖个女生哦，113公斤。哦，不意外啊。哎，那个这谁？你们班那个徐廷辉几公斤？关我屁事哦。应该有办法那个吧，抗衡一下那113的。可是我们班那113那个女生长得很可爱。靠腰，你长113还可爱，的确有可能哎、欸。他也交得到男朋友哎、欸，他真的是还蛮可爱，他又白。哦，我先关麦了。就整个漂亮。白白胖胖。哎，西班牙过啊！不说了，我先关麦。先关过啊！我先关麦。这是中原系的类型啊，我又介绍一下，他好像最近感情不稳定。你不要这样啊，伤害人家。不要，我的类型是那种冰山美人的。哎，这样歧视人家哦。我没有，我喜欢类型是冰山美人。你喜欢哪种？你喜欢那种瘦瘦女生吗？去减肥吧。还好，有点肉，有点肉肉的。你喜欢肉肉的，对吧？他喜欢大奶啦。100多公斤还不肉，你知道吗？他喜欢肉在有上面，肉在上面，肉在上面，然后下面是瘦的，有没有？对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我都喜欢加这种哦，肉在上面那个没有啊，那个什么米虫那个我就不熟了。长在那个胸部上面，真的是哦，那种肿瘤是吧？胸，长肿瘤是吧？还是喜欢修图的那种？没有，修图。看他照片奶超大，就见到本人平的跟鬼一样。没有啊，那个就是有一个人就是穿比基尼那一张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啦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是哦，好色逼，变态。好呀，好。中路，我们中路啊！他穿比基尼吗？然后我们中路有号穿，他有一张穿比基尼的，超清楚，超清楚，超清楚。那好像是高二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八仙玩的时候。我怎么不记得？哎、欸，八仙火灾啊！没有，那时候去年的事，去年还是前年事？去年晚点去、哦，去年对啊，去年的事啊。哦，对啊，没错啊，那时候我们班十几个翘课，然后去八仙玩。真假的？那什么样子啊？那我看一下啊。真的啊？你有我的 IG 吗？你有我 IG 应该就看得到了。没有啊，没有 IG 啊，哎、欸、不，我没有你的 IG 啊，那就该加一下啦，来，我给你。该加哦。那一张，刘立文还说你怎么你为什么身材要那么好？当然、啊，我身材比较好，刘立文是干扁扁的。干扁扁的，OK。他唯一的好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他唯一的好处就是瘦。对啊，很瘦。超瘦。我跟他说你怎么那么瘦，他说还好。好帅、啊，然后黑黑的，啊、对黑。那他 IG 有 po 一个，就是他的那个成长史，他以前真的很黑，然后还是真的，然后差不多黑啊，现在差不多黑，对吧、啊？漂白就好了呗。但是修清洁剂都很强啊。OK， 我们我跟你讲，我开实况，我跟你讲，我把这一段拿去给刘立文。你开实况。对啊。哦，怎么上这种电视节目嘛？我讲跳 game。我要跳 game 啊！我真的有开哦。你现在有开？我真的有开。你是不是有时候有个漂亮女生也有在打咯？中路然后很 man 很强，有没有？对对对。有没有人看啊？到底有没有人看啊？我不知道、欸。你在脏话哎、欸！你为什么找人讲？哦，别说了。哎、欸，又没有人看，你骂脏话没有人会理你啊？没有人，没有人。有啊，我观众那边有一个、啊，好像有一个。一个。我跟你讲，我只是我开实况来修，就是整理一下，就19个人在看啊，是不是？真的莫名其妙，3分钟就19个人看、啊，是？我怎么没那么缓慢呢？那个人是你吗？桌面而已。那个人是你吗？19个，我有19个我就对了，我中怎么不见了？嗯，哎、欸、干。
快打啊！快打啊！快打啊！三下停他，狙打啊！狙打啊！我帮你开盾。哎，继续继续！哎，对，哎对，好退哦退哦，我没有盾哦。哎，大哥，好痛哦！我没有盾了。哎，我知道、啊。为什么他我一拉下来那个天珠残血？没有，因为他那个他用那个一，然后加普攻会比较痛。啊！百个天珠，百个天珠。他降防哦。哎、欸，靠呀！你怎么走歪了？我走歪了，有点走歪。啊！看，这是超忙的。哎、欸，又有个附件大师啊！哎、欸，是，没事。中路，你眼想插哪里？我们没有插眼、欸，等一下。没有，我说我的眼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没有插眼啊。请问你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。我的眼要插你哪里？都可以。插河道啊，那个下面的。没有，我说他要上面还是下面啊？你走那边、哦。我走边蓝区哦。哦，你要让上路哦，人猛哎。AP 吗？哇、哦，你看一下啊。AD。哦。干，完蛋了。我现在帮不了你了。你 poke 就好。没事没事。什么 poke 就好？你要打张台痛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放心打，我打、啊。我没有魔啦，打个毛啊！你来看一下我，没电啊，两个没电啊，没闪现啊。真假的？真的，真的。超猛。没事，我一个人可以打两个吗？开个王。不行啊！你要挑战不可能啊！我不想救你啊！你 QY 对不对？没有错、哦。别让中路肥啊！我已经尽量不要让他肥了。中午谁啊？白，蟑螂啊！哎、欸，卡特讲狗哎，丢你的比基尼照给他，搞不好他会饶你命。对啊，你身材这么好。但不要我打 low 不跟人家说我是妹子啊？怎么可能啊？你那个不是你那个 ID 就是妹子哈。哦，我有个男生朋友，他也叫鲁鲁米啊。哎、欸，干，怎么死的？请问先生，先生，那还是死的。先生，你来被抢了。先生、啊，真的假的？我们这一场啊，你就一直在看王自己的那个什么比基尼照啊？对啊，变态。我没有，不是我，是那个张子杰。你要推卸责任啊？是不是要把那张照片删掉啊？不要。你小心哦！网上那么多大奶正妹可以看，你看我的干什么？我们又没有常看你的，他就喜欢看认识的妹。我说什么时候说我爱看人事，操你老父！啊，人事难听到声音啊，还能想象啊？对啊，很想象自己。我没有、哦，很想象自己在乱来，对不对？我靠北，我什么时候那个操你老父嘞、欸？我要报警啊！报警是不是？我要切他。哎、欸，对，黑猪，你会玩艾克吗？其他我还没练。哎哎哎，猪哥，你睡觉啊？我没有英雄。哦。不要帮他会那个角色啊。嗯。不用。他会的可能不多，不要勉强他。哎、欸，五路接，轻接不会吗？我都会啊，五路我都有会的啊。徐建明啊，五路接不会。正常啊，不意外啊。他都顾着跟那个。他的妹妹聊天啊，对啊，那个绿盖是吧？人家不像你啊。哎、欸，不说你们绿盖现在到底哎、欸，完了。走你的路啊！你们绿盖到底现在是躲哪里啊？干你屁事啊！什么你们绿盖？什么你们？是你的绿，他你的绿盖，不是你们。我说大众的话，大众话是吧？
好像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一样。拍我的眼啦！我的眼好不好？看他删掉。都有钱。快啊！哎、欸，睡觉啊！哎、欸，抬起你的脚脚啊！跑快一点啊！快啊！努力的跳啊！哎、欸，你几时要给我来？再一波，一分钟。不用担心，哎、欸，后面，第三只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你相信我。你闭嘴。怎么有第三只？我刚刚有要给他，可是他说不用啊。没有啊，我要啊。有啊。你就不要。听到他就走了。哎、欸，有眼哎、欸。为什么我说你有那么久？好久啊，你真的。啊，我没有那个。你没有招了吗？是吧？对啊。我想说我没有魔了。没有，你没有招了。哎、欸，你放路上冲他阿伟啊。没有，白痴吗？是白痴吗？我刚那个，骗人！都怪那个就好了，那个就屌了啊！每个都那个就好了，对嘛对嘛。哦，他说你放路上冲他回，我想叫你放。我就是去捅你一刀，跟你说我不小心的。我妈每次都这样讲。可是我忘记带到，我妈说，就是说我今天拿美工刀画你的脸，就是我不小心跟你两个对不起就好了。我妈都会这样跟我讲，我妈超坏的。等一下你有没有带啊？把我丢出去啊！你搞他们一波啊！哎呀 ，bitch！ 没、欸、我还有。这里。哎、欸，什么？陈顺，你走吧。加油！我下路这样真的不行哎、欸。同学，抱歉。直接挂啦。是那个，我跟你讲，我发现一个事情，我不该听。我发现我好像不会打 AD 啊。不是，我会打 AD，、欸、我不会玩克里斯塔。看到你玩屁呀、啊？没有，是不会玩 AD 的意思。会哦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在练吗？你问他，你问那个姐姐知道，我也在练。我知道。要给哪？不是啊。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不应该听我不应该听 support 的 call 啊，这 support 极废啊！你喇叭，我跟张姐这样打赢，跟他下路是不是打赢？你他妈，我刚状况不好，半血，然后没 O N， 跟我讲说你要打，打那是靠补光啊，扯下去就好了，是不是磨掉了？你知道会走位，要走位。啊，他跟 S U B 贴着打。不是啊，然后你给我打 SUP， 怪我。不是啊，刚飞机已经走远了啊。啊，我还有他。走远留不住他、啊。你留得住好不好？来这里而已。他来这里而已。我助攻哎、欸，爽！哎、欸，这次我应该也有助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会不会走啊？那、啊、你没办法打他哦。对，我没有杀他，没办法，这个没办法。他太那个了。我瞎啦。哦，我们要输的。卧底，问下路啊，问那个 AD。中路还好没有杀到头啊。好痛啊！来等着你啊。不是我这个 Q， 我是最。好了，我来啦。请问一下，我可以艾克来 AD 吗？你们可以交换账号玩一下吗？别嘴啊！可以别嘴哦！真金不骗啊！我跟张杰打都可以打屌屌，阿哥你怎么变鸟鸟？打屌屌！麦靠呀！我这个是伊利的符文，又不是那个克里斯塔的。你拿伊利给我来这个哦，翻桌啊！因为我只有翻桌啊！没有，因为我只有伊利的符文啊！我要翻桌啊！你给我玩那只？定他！你以为想定就定啊？不然呢？啊，定到了！哎、欸，艾克，下路好玩啊，不骗啊，反周，感谢啦，艾克，下路真心好玩啊，没想投，没有，爱你，耶，一啦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上面，看到，哎、欸，还有一只，哎、欸，真心不骗啊，把我丢出去啊，哎、欸，看一下人在哪里，你看人就好，你看人就好。我看人就好，看人就打哎、欸欸！出去，然后我走，拜拜。你跟我玩，你说啊！我在瞄你这边走，哎，我下去帮你们。哦，真的很烂哎、欸！拜拜。避免，张杰不要冲啊！没有他们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啊！哎、欸，还好啊。
他在那边，你可以过去了。个人觉得我们两个被 double kill、哦。我来。对啦，我这么炸。哎，真心不变。这个真心不变，他要挂了。不要，快点。他要挂了。啊，分掉啦。不意外啊。死掉啦。不意外啊。就够。我有啊。敢靠近我就完蛋。没关系啊。没关系什么？那库林四零一了，我来了，库林库奇就库杰库林，我说库奇哦，不要那边抓我一病，我有点大石头，你也别吃。哎，小龙，啊，我在大字啊，你被抓到了吗？哦，这个 Q 精锐，好小只的柯加斯啊！啊，不，欸、要掰、欸，哦，看你也鸡掰耶！我来。哎，你送头，哎，你送头，我还是不要送头啊，抱歉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不会滑哎、欸。对啊，你比那个谁还逊哎、欸。真金不骗呐、啊，太呛我 SP 啦！你叫张姐回来让你看一下。这我不知道怎么辅佐你啊。来，你是奇才啊。哦，那个奇怪，硬要抓我那个烂上路。几分钟还出那一点点装备，哼！哎、欸，我中路不知道是不见了还是挂了。我刚刚是被谁刮了？应该是中路。中路不见哦。下去了。好。哎，你给我快一点啊！我要布啊！有人，快回来！哎，快回来！啊，过来啊，小狗回来！小狗在中狗哦，你不要在那边靠腰。没眼。艾克哦，秋天哥哦，有肉吃哦。嗯。中鬼。这边要烤石头玉米哦。那边没有眼。我刚好有那个。你们有吃到玉米哦？哪还没 Q 到？啊，我会没活了。对呀 ，OK 了。我要蹲好久。啊，卡特来了。点他。应该是有赢。他要没有？我身上有那个四秒哎，他那个打退。哎、欸，我的中路不见了，那个上路，危险了，危险了。去帮他！你要打！别哦，那个打了就已经白了。你看啊，过去了。那个江哥在下，我在下。那个还很远哦。哪里远了？来打。嗯，还好没有丢点呢。干臭婊子！晕个就好。妈的嘞！靠，还闪现！干你们！成功一秒！哇，你这个流人，哦、死了呗！哦，不行啊！我刚就全部都没秒、啊。不要问我，别问我。凭什么？那个谁是猪下路啊？那一进去崩，哎、欸，怎么都没了？崩哎、欸、崩哎、欸！反正他有在下路哎、欸。会啊，他会在下，他一直在直下。可能屁啊！他什么一直在下路啊？他可能认为家里没有事情吗？下中这样跑啊？他可能认为上路没救，不是这上路刚不是首杀吗？首杀是我吗？不是我。那么首杀上路，跟他说他家有事情啊，快回家啦！来，哎，很难打。他蹲在那边蹲很久哎、欸，都变回家看墓哦。他不想啊！有没有机制啊？机制啊！那没经济啊！瞧哎、欸，有蓝哦！谁要吃蓝哦？你该要干嘛？哎、啊欸！啊！我擦个眼。啊！
快吃蓝啊！快啊！快啊！快啊！哎，吃掉，吃掉，吃啊！快吃啊！啊！我吃不掉，我吃不掉，快回去啦！哎，我开大，我开大！哎，又是你！我跟啊，烦不烦呐、啊？我骂我的，我又弄死他、啊。先退吧，先退。已经推他妈推掉我的塔啦！嗯、真的又死他、啊。不是那口头包，总共民国几年哦？那我上92分，掉50几分啊！你卖差、啊，在女人。好像没中啊，干！你有大了吗？我们在鬼中中。看我从九十二分掉。我的红蓝啊，几打的？让我闭一次。蓝还在啊？你要吃吗？这狗红还是 carry 四杰？等下下来就 carry 了。啊！你要下来就烤死 AD， 他那个中有机会、欸。我说真的，我说真的，他342哎，怎么没有机会？我说真的，先打，打。哦，烤死 AD 收到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啊！没听到，不得了！哇！屌屌屌屌！我要挂机，我要冲到对面塔下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冲到哪？看，就是因为你打他一下啊！你打他，我刚才看下路、欸，哎，打他又烧死，智障哎！臭眼镜仔！我刚才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这样子嘛，还你嘛！你这样也表到我，你这样也表到我、欸。等一下。我刚刚不知道你在吃蓝呢、欸，我刚刚角色放着而已。哎、欸，退了，直接退，把这为什么是躺在干净？我刚刚在看狗头精彩表演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扛了，我知道啊，你就一直切入，没办法，我也想扛啊。好，我很现在 AD 很烂呢、欸。江姐，我什么都不会，不要问我。哎、欸，有机会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是 bait 哦。有人要帮那个 top。没有，我是个 bait 哦。我救你啊 ，top 别死啊！就跟你说，玩个雷。玩个雷斯，他们啦还没好啊。张姐，嗯，你们的敌队有白金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哪一个？一个金牌，一个白金。哪一个？雷欧娜白金 ，AD 金牌 ，AD 金牌。嗯，一个。难怪铜牌会输。闭嘴。这就要呛他一下。难怪铜牌会输、啊。不说了，关麦。关他。我要挂！你看一下他的装，他出三项，他出三项，你加 A 不赢。艾克等等我啊，咱们要合作啊！你是不是要那个什么啊？死亡之线刚好。什么东西？你刚刚不是有个符咒吗？再用一次我身上啊，重新用，我要洗掉上一个啊。我真的绝啊！张杰直接 GG， 张杰艾克直接死掉。当然了，别说了、欸。我第一次看到中路那个谁柯佳斯烂成这样哎、欸。啊，我现在换人了、啊。干嘛？我不要跟你讲话，你刚刚捡走我的蓝。我刚才正在看下路，我不知道在哪边。骗人。真的。别说了。你一定在看网页。你一定是在看绿盖的照片。没有啊。不然就是在跟绿盖聊天。他说：“老婆，你在干嘛？”我完全是卡特啊，那么屌！你这个，我刚才在看下路那个精彩的表演狗，真的呀，嗯。谁知道就吃到蓝呢、欸？哎，不说了。好了，还你嘛，我丢地板啊，还是动我拉住？丢地板是不是？你是玩风之谷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丢地板啊！小屁孩。小屁呀、啊！哎、欸，上他，看他不爽很久了。哎、欸啊，我上线啦，好丢脸、啊！来，哎、欸，往后，我来，我的 Q 快好了，我 Q 快好了。哎、欸，轰、欸！再次，拜拜，徐金明干，给你拜，拉不起来，来不及拉、欸，看。哎、欸，这样我们怎么打？我们要输了。哦，就下路打输啊！对嘛，欧明星打我们 AD 啊！抱歉，我等一下拿饭就是了嘛，抱歉。笑不好啊！那种高技术的不适合你啊！你李三给踢回去啊！我 TY 而已哦，我 TY 而已哦。
那只一个被踢回去了，你拿饭就打回去。我饭是真的很强哦，钻金舞有没有？打到脱光吧。钻金舞哦。钻金舞也钻金舞啊，打五百代表钻金舞，啊、打五十也钻金舞啊。我跟你讲啊，钻金舞只要刮香就有了。哎、欸，这个狗好会 BD 耶，极神，狗极神。又不像那个魔人那边跑来跑去、欸。狗是人才还是路人啊？人是啊，是天才。又不像那个张志杰只会送头，谁会送头啊？哇、哦！有肉肉，助攻助攻，快点快点，我要助攻，我要助攻。我顺，哎、欸，这是三小，他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闪那边？他有病吗？他以为对面是笨蛋，他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啊。对啊，而且李奥纳是不是要掉啊？啊，李奥纳爸爸就死了。那被看到。我觉得李奥纳是不是有点扯？刘啊，那要出三项火抖哎、欸，最痛那种。现在问一下哥，是不是张完啊？你哥不是雷欧纳神吗？我看到他玩了，不是雷欧纳什么？哎、欸，王之来，我可以输看。啊，飞龙掉了。哎，是蓝哦，对，是蓝哦。不要你帮我吃，走开。是蓝哦。OK， 来。哎、欸，真心不变啊，我刚失误啊，来，我帮你吃。不要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你火抖一样会烧死哦。哦，你低能哦，我是不会适时走开啊。这我就不多说了。快啊快啊快啊！有啦。神经变啊！我看你。哦，黑子出那个会射三把剑那个、啊。我要撞，我出那个、啊，我出不来啊。雷龙的单吃球，哎，单吃的。哦，看你老师。有啊，单吃。哎、欸，走走走走走走，退退退退。退退退退退退。